大家好，我是五仔。大家好，我是 OK 仔。烟到神通，欲言又中啊！咩事啊？咩事啊？哇，犀利啦！安倍晋三嗰个死咧，嗰条友仔啊，咪话佢阿妈信埋嗰啲唔知咩教咩教嘅咩教，而家终于揾到啦！咩教、啊？叫统一教，统一教系啦，统一教好犀利噶噃，就话咧佢阿妈假沉迷呢个宗教啊，穷到窿就唔使大正功。啊、但是咧，穷到破产依然继续捐钱喎、啊，吓、啊、咁样、啊，搞到佢啲兄弟姊妹冇饭食喎、啊，笑啊，系啊，啊，嘻嘻笑啊，个讲到话咧，佢哋啲成家人啊冇饭食，佢阿妈都依然照捐钱去呢间呢个宗教呢档嘢，神心系啦，咁、啊、究竟啊呢一档嘢系咩鬼嘢嚟噶咧？咁乜鸠？系啦，咁咧同大家研究下究竟呢、這个乜鸠？唔系乜鸠啦吓，俾咗 like 未啊？喂，只是嚟乱问计，冇饭食，冇饭食喎啊！冇广告，系冇错，讲冇饭食。系咁啊，除咗呢个冇饭食之外咧，讲一个全球嘅印度神童语言又中啦。佢话咧嚟紧啊，嗰、那个咧粮食危机啊，佢会继续严峻噶嘛，冚家铲啊！哇！我睇得到啊，依家咧真系唔系冚家铲啊，咁简单啊，系讲到话全球啊有超过两亿人冇饭食，离谱到啊，有几严峻啊？四个月先食到一碗饭嘅，佢四个月生存到都唔使食嗰碗饭啦，系嘛？何不食肉糜？真系咁讲，唉，真系大格大大镬，种唔到米啊！佢哋嗰啲咧，粮食危机啊！拉咩俄比亚嗰啲啊，食嗰啲泥饼啊，泥饼啊，泥饼啊，唉，嗰时候种唔到，喺食泥嘅饮工啊，鬼食泥啊！嗰时候我听阿倪康喺度讲啊，嗰时候诶树皮都要食咧，诶猪皮有得食好食，佢话见到条盐蛇已经好开心噶啦，啊咁样噶，系啊，系啊，咁啊讲即系讲到穷嗰啲日子咧，吓咁咖喱盐蛇，咖喱盐蛇啊，哦犀利啊！咁啊，依家粮食危机大爆发啦！咁啊，除咗即系印度神童又中咧，依家讲到话葡萄牙受到热浪侵袭啊，咁啊真系野火烧不尽啊，真系春风吹又生啦！咁啊搞到咧就野火肆虐，导致就四十几人受伤，当局啊已经派嗰三千几名消防员走去救火啊！全球都热辣辣喎，三千几消防员好多，好大火啊！周围都火烛啊！而家三间学校咁多嘅消防员，有冇咁多消防员啊？有，咁人哋葡萄牙大啊，大佬啊！发生咩事？嗰度山火啊？佢系因为热得滞啊，跟住咧无端端周围着火啊？唔系话系啊？天火焚城啊！天火焚城，唔系净系呢个葡萄牙，西班牙都系啊。是啊，不是讲笑啊。西班牙吃那些几成熟的牛柳啊，玩够的牛啊。我以为你说什么呢？西班牙有些苍蝇。是啊。不是烧死人啊。真是人类你生存不到啊，你人类生存不到啊。那怎么办？那怎么办？那就学印度神童说斋咯。对个大自然好啲嘛，热都着火啊，系咁啊。另外呢，所以话呢，这个世界有些人是会黐埋一起的。物以类聚啊。我哋之前讲过咧，有个台湾友仔啊，竟然扬言话要怼冧阿蔡英文啊嘛！依家咧又有人就扬言会怼冧啊呢个嘅南韩总统尹石月喎，系咩？好无啊？无聊到咁喎，跟住呢条友咧，喂呢、這个唔无聊。今日有人话台湾仲有王法嘅，佢问咩事啊？台湾讲少啊，怼冧蔡英文条拉喎，讲下少都唔得，有冇言论自由啊？咁讲啊，系嘛？系啊，哦，直头留言嗰张啲俾人拉埋啊！问人有冇哇讲笑呢啲攞嚟讲笑啊！喂，你杀人喎、啊！快啲拉佢啊！言论自由，杀人、啊！提供个人嘅 account 啊！真系啊，黐线咩人都有呢、啊這个世界。系啊，咁啊呢个南韩网民咧就话啦，讲下笑啫，唔使死啊嘛，系咪？拉佢好啦，咁啊睇下会唔会被拉啦。咁啊，另外咧都同大家讲下咧啲古灵精怪嘅新闻噶啊。咁啊，即系一浪接一浪啊。呢个世界咧好多预言啊，都将会快啲中噶。咁啊，因为咧讲下啦，安倍晋三啦啊，之前讲到话呢个凶手啊，咩啊上山彻也咧，喂。
佢屋企啊，真系惊到惊逢巨变啊！原本就喺世人眼中一个非常之有钱嘅家庭，点知咧个阿妈唔知信错咗啲乜嘢教啦，搞到咧就突然之间大变咁啊！依家啦，大变，大变，大变，唔系屙嗰啲啊，系系啦，大变啦，变系咁，究竟系乜嘢咧？咁啊呢间嘢咁啊，关乎安倍晋三日日关系咁嗱。就话啦，原来啊，呢位上山彻也国曾经讲过嘛，因为某一个宗教团体啊，害到佢阿妈咧，日日捐钱啊，导致到破产啦、啊。而呢个宗教团体咧，同安倍晋三嘅关系非常之密切，所以佢就要怼冧咗安倍佢。咁啊，嗱，呢个教咧。终于现身，唔系瞓觉，系叫做统一教。统一教就喺东京啊，就召开呢个记者会，承认上山彻也个阿妈咧就系佢哋嘅教徒啦。吓，嗱，讲到话啦，呢个教嘅喺记者会上面表示啦，上山彻也唔系佢哋嘅教徒，但系佢阿妈就系佢哋嘅教徒。讲到话佢阿妈咧。每一个月就会嚟教会咧参加活动一次噶，咁当然啦，警方而家目前咧调查有关于上山彻也讲嗰个佢阿妈丧捐款嘅件事啦，吓咁所以啊教会方面咧就会啊冇出声噶啦噃，嗱，因为啊有报道指出咧，原来啊。教会都知道咧，佢呢个家庭咧已经破产啦，即系穷到窿啦，吓咁就教会咧会唔会记喺记者会上面讲呢样嘢咧？咁教会就话啦，警方如果需要我哋帮助，我哋一定会出声噶嘛，系咪？好啦，咁点解佢阿妈会沉迷呢个宗教咧？咁讲到话搞到破产咧，原来啊就话啦，有。呢、这个上山彻也一名七十几岁嘅男亲戚讲到话咧，佢啊呢、这个仔啊简直系咧转咗牛角尖啦，因为啊佢觉得佢自己啊过得唔好啊吓，所有啊如诸事不顺咧就归咎于佢阿妈奉送即系信奉嘅叫做统一教嘅呢个宗教团体噶。咁呢个住喺大阪府嘅亲戚讲到话咧吓，因为佢阿妈咧。加入咗呢个宗教团体啊，佢又觉得自己啊由细到大咧都受苦噶，啊咁，讲到话咧，原来啊，佢阿妈佢阿呢家人啦，上山呢一家人啦，佢老豆啊经营嗰个建筑公司咧，吓喺阿上山年幼嘅时候就已经离咗世，咁佢阿妈接手咧冇乜问题，但系咧就话啦。由于啊，佢阿妈咧沉迷啊呢个宗教活动啊，成日咧大豪客咁样啊，成日就好容易咧就一大笔钱大笔钱咁捐咗俾呢个宗教团体啦。咁唔知道系咪因为咧呢个大笔钱嘅关系咧，就搞到间公司破产。咁啊呢个亲戚啊讲到话啦，上山个阿妈咧就可能啊谂住咧透过宗教嘅组织咧寻求人生嘅问题嘅解答。因为讲到话咧，呢、这个阿妈即系佢老公一早就离世啦嘛，系咪？咁一个女人凑住几个细路，系嘛？咁冇依靠，你冇依靠啊，就好容易沉迷咗一啲叫宗教信仰都唔出奇嘅。咁因为讲到话啦，跟住呢个亲戚就爆料啦，佢话佢阿妈。佢自从佢阿妈开始信咗呢个宗教之后咧，系咁捐钱啦。咁啊，冇耐啦，佢话呢个亲戚咧就话开始收到啊，上山啦，一家三口嘅，即系打俾佢亲戚啊，打俾佢。佢话我哋屋企啊冇晒嘢食啦，可唔可以搵啲嘢食嚟接济我哋啊？咁大镬唔系啊嘛？即系你谂下个阿妈沉迷到。嗰種瘋狂嘅熱度嚇，講到話呢位親戚啦，最後啦就話咧自己揞錢啊，就去照顧呢三個小朋友嘅生活費，仲間唔中咧送啲食物俾佢噶嚇，咁都好恐怖啦，係咪？咁但係冇辦法啦嚇，咁講到話係咪真係俾呢個宗教團體困擾住咧？咁啊更加咧就講到話咧呢個叫做。統一教啊，統一教啊，原來咧喺呢個世界上面都，你知唔知呢個宗教喺邊度嚟嘅咧？邊度咧？韓國。竟然係咁。係啊，就講到話啦，
有日本媒體爆料啊，呢、這個宗教團體就係原來啊韓國嘅統一教，佢啊用一啲方信徒集舉行集體婚禮咧。就广为人知嘅喎，吓成棚人出嚟咧就做结婚嘅。咁呢个咧，佢话咧嗰啲信徒啊会向呢个教会咧大洒金钱嘅喎。哇，系咁就话啦，统一教啦系会啊会帮你揾老婆噶，帮你揾老公噶，吓就会进会帮啲男女信徒咧进行配对，安排佢啊来自唔同嘅国家啦，素不相识嘅对象咧走去结婚，就话啦咁样结婚咧就会赦免你嘅原罪喎。哇，坚嗰啲未来人喎，大佬佢讲嘅嘢，赦免你嘅原罪咁啊，吓咁就话咧你要参加我哋嘅配对，跟住咧。一起舉行婚禮，你的原罪舉行婚禮，是啊，舉行婚禮，那你就赦免你，那就集交啊，不知道啊，你點頭啊，不知道啊，我都不識講啊，咁啦，另外啦，就話啦，呢個統一教嘅教徒咧，信教徒咧，就會向教會啊捐大量嘅錢啊，咁啊有之前啊信過嘅信徒指出咧，因為啊教會咧係會操縱佢哋嘅概念嘅噃，有意大利嘅網站爆料咧，來自一位日本嘅前統一教。嘅教徒啦，就讲到话，佢啊呢个教啊会喺心灵上面操纵佢，导致到佢捐出大量嘅现金。咁啊，曾经咧呢个女仔啊，入禀法院要求攞翻佢嘅钱嘅，啊，咁啊死啦！呢样嘢真系会唔会令到佢系呢个古灵精怪咧？咁你谂下啦，如果真即系呢位。上山嘅亲戚讲嘅嘢系真，因为佢阿妈沉迷呢个教，导致到佢自己迷失自我，将倾家荡产，导致到佢哋兄弟姊妹喺细个里边连饭都冇得食，导致到要亲戚接济，经历过一啲好悲惨嘅童年，但系。都是关呢个宗教事啫，你关安倍晋三咩事呢？吓，咁啊真系不得而知啦，系咪？冇嘅人啊，揾唔到个目，揾唔到个焦点啊！佢尝试揾一个焦点，求其揾个人杀下咯，同啲网民一样噶啦，求其揾啲人闹下咯，你想闹个闹，你唔闹唔到嘛？嗯，你惊闹个俾你拉你拉你啊？系啊，你闹嗰个虾嗰个唔拉你啊嘛，吓死佢咯！好啦，咁啊有人爆料啦，更加爆料咧，原来啊呢位上山彻也啦，佢自己整嗰支枪咧，原来喺 YouTube 度有得教。一定啦！佢話佢原來警察啦，即日本警察話咧，原來上山徹也咧上個 YouTube 啊，就睇下呢啲槍點整啊，更加咧透露咧就話啦，佢呢支槍咧可以同時間發射六粒彈嘅，好似散彈咁樣啊！唉，咁啊，真係呢個世界就乜都有咧嚇，咁、恐怖啦！唉，咁呢個世界總會有呢啲古靈精怪事。咁究竟呢個所謂嘅統一教係屬於啲咩教呢？我哋唔清楚嚇。咁啊，搞到人哋傾家蕩產，甚至乎捨命陪君子，我又覺得好似有少少過分啊！咁啊，需要留待翻俾警方去調查嘅。但係啊，印度神童啊，預言咧，哇，真係一浪接一浪啊！佢嘅又中嚇，究竟係乜嘢一浪接一浪呢？佢啊曾經講過噶嘛，今年啊，人類将会遇到的粮食危机将会非常严峻的、那是不是真的很严峻呢？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乌俄战之战呢，虽然都不知道打到几时，都不知道是不是打紧，甚至乎搞成点呢都不得而知了、去到下没人讲的讲还讲，即是说不好听还讲，不讲了，高度又不成、没人理了， 这个世界都是三分钟热度的东西啊！仲打仗，喂，叫咗你唔好打啦，喂，唔好打啦，仲打，跟住，由佢啦，系咁打，跟住佢咪鸠治佢，系由佢啦，咁中意打打爆佢啦，系就系、是、咁样喎。但系咧，但系佢嘅佢打还打，佢影响到全球人啊个粮食问题。唉，依家讲到话啦，有指出咧，因为啊乌克兰打同呢个乌俄之战啦，引爆咗全球酝酿已久嘅粮食危机、能源危机。因为本身系农业大国嘅乌克兰，因为
为打仗导致到佢出口贸易受阻，打乱晒全球粮食供应链，推高咗玉米啊、谷物嘅价格。咁啊唔使讲啦，你睇斯里兰卡已经收咗皮啦，系咪先吓？咁、全球啊，导致到喺呢个后疫情经济复苏受到拖延噶，咁啊令到咧。变相啊，搞到全球各国咧面临几十年前所未见嘅粮食危机。咁啊，有之前讲到话啦，咪你啲英国啊、美国啊，因为想搞呢个俄罗斯，咪禁佢嗰啲嘅俄罗斯天然气啊、原油啊。咁啊，但系啦，你啲欧盟啊唔争气啊嘛，穷啊嘛，冇计啊！你搞到你见到英国啲原料都上涨啦，系咪？咁啊，欧盟啦，好多国家啦就话啦，佢哋希望可以降低啊对俄罗斯嘅能源依赖。不过咧，唔使讲啦，全部嘢咧呢个通货膨胀啊，牵一发就荡全身，咁啊，全部所以啲牛油就$90粒啦，系就拎出嚟俾人笑啦，系咪咁样咧？咁讲到话啦，牛油$90就笑料啫，但系喺呢个曾经啊被誉为曾经富贵过嘅斯里兰卡，一度啊原来系靠呢个旅游业噶噃，啊佢嘅经济靠旅游业噶噃。但系啦，经过啦 COVID-19 啦，即系疫情嘅底下啦，同埋乌俄之战嘅双轨夹击之下，游客清零，外汇清零，导致到佢哋国家冇办法买粮食、买能源啊，咁啊最终收皮啦。咁啊，原来咧讲到话啦，有报告指出啦，斯里兰卡粮食短缺有几严重咧，就话原来啊，佢呢个月啊。这个国家咧喺六月份啊，粮食价格上升咗80%，哇，80%喎，咁啊真系恐怖啦。咁即系你话点样搞咧？咁啊，原来啊有报道指出咧，斯里兰卡民众啊，过去四个月内咧冇食过第二碗饭啊，已经。咁你谂下啲人点会唔出嚟啊？系嘛？佢话出去街攞嘢食嘅人数不断增加。咁啊，有女士啦，即系斯里兰卡嘅妇女咧，就透露间唔中仲可以俾啲僆仔饮下牛奶啊，仲下食到一粒饭两粒饭去顶下肚咁样，但系基本上冇可能买起任何餸噶啦，已经，因为啊天价啦吓，咁、啊、其实啊有呢个报告指出咧，全球大概接近2亿人口咧受到啊呢个叫饥饿之苦噶，咁呢一波咧粮食危机之凶猛咧，即系印度神童预言有中嘅，佢咁讲噶嘛，系咪？佢话啦，这个粮食危机是全球化的，不是说只是单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事，是全球人的事。那是啊，因为报告指出呢，你说以为这些这样两亿人在这里饥饿一定是非洲难民，不是啊，好像英国这样就说了，因为生活 成本上涨，有些人为了节衣缩食呢、啊、吃少两餐、哦，系嘛？香港都系噶，好多人咧，因为真系为咗悭钱咧，食小餐噶嘛。我都见过咁，讲到话啦，依家好似英国嘅炸鱼薯条啊，因为原材料成本大涨啦，就话啦，由7.95英镑啊，上年啊，依家咧去到接近11英镑，哇，加4英镑添，咁啊，即系加$40噶啦噃啊。咁因为油贵啊嘛，咁喺德国啦，啲面粉啊，啲油咧更加加到咧冚冚声啊，咁啊，更加咧农业部长，德国嘅农业部长啊，同大家讲，你知唔知讲咩啊？食少啲肉。食少啲其他嘢，降低食物嘅消耗，希望咧可以腾多啲空间出嚟耕下种啊，种下嘢咁样，即系全民靠自己啦。唉，咁啊，真系恐怖啦呢单嘢。咁啊，更加啦，讲到话啦，巴西啊，被誉为粮食生产国之一咧，佢都领嘢喎。点解咧？因为佢系咪受到极端天气影响？哇！又印度神童又中，唔系啊！印度神童讲中嘅嘢，第二样嘢啊，供应链问题啊嘛。因为巴西作为粮食嘅生产国之一，佢依家面临肥料问题啊，冇肥料种嘢啊，巴西咁咪屙尿咯，自己去系嘛？咁因为啦，肥料价格过高。
导致到粮食生产嗰个问题嗱短缺，错过咗呢啲咁嘅播种季节，咁导致到极端天气，再加上一齐夹杂大雨啦，浸死晒啦，浸烂晒啦，咁你冇嘢食噶啦噃吓，咁啊导致到全球粮食供应恶化吓，咁啊呢样嘢就我都话都俾大家听啦，连啊依家讲到话啦，印度啊。印度神童的国家印度都是世界上最饥饿水平最高的国家，甚至乎劲过北韩。印度现在不出奇啊，是啊，他说现在他们这两亿人处于粮食不安全的状态，即是随时冧计了、加上之前我们报道过全球现在大家你又按下我又按下鸡，他又按下糖按下油，大家呢保护主义地缘政治再加上物价上涨导致到呢全球人民有机会越来越多人挨饿、印度神童预言告诉大家的事情是看来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印度神童说到去到2023年才会好转的嘛，是不是？印度神童说2023年人类要去到多少月啊？四月啊，是不是？四月才会好一点，那真是麻烦啊，那就希望人类可以在这一方面渡过难关。他都告诉你听的了，这期他就准到真的没有朋友了，是不是？所以大家小心了、全球经济大大祸，全球粮食大大祸，西班牙葡萄牙都大大祸，天火焚城，热死人了，热死阿妈的仔了，这波真的、就说葡萄牙因为受到热浪和野火肆虐，搞到佢哋琴日已经超过3000个消防员，同埋咧揾咗60架飞机出嚟咧走去救火，哇，系相当严重嘅灾情啦。咁啊呢次咧就造成啊最少咧40人受伤。咁啊，因为讲到话咧太热啦，啲野火啊一直救唔完啊。咁啊，有路透社就报道啦，嗰啲野火一直咧喺多个西班牙多个地区咧喺度烧。不是烧树木，他在那里烧什么？烧啲房屋啊，就说啦，这些野火啊，接近呢引起啊250单的火灾的。咁啊，由于无端端热到着火啦嘛，咁啊，找了很多消防员出来啦，咁啊，造成咧40名消防员和平民受伤的。咁啊，另外啦，依家讲到话咧，西班牙经历过有几热啊，破纪录的热浪。这个礼拜正是刚刚过去那个礼拜，他们的温度已经摄氏40度了，预计呢来紧啊还会有得飙高添。有科学家出声了，不用听印度神童，听我们讲，他说了，这些这样的极端天气就会越来越劲，越来越持久，还有越来越激烈。哇，讲到咸湿的那些科学家，越来越持久，越来越激烈。越咸湿啫。另外就现在呢，葡萄牙政府呢颁布全国紧急状态了。意思就是说呢，所有救援服务处于警戒状态，他们政府更加提及到已经派了60架飞机去支援地面相关消防人员帮手去救火的。唉，咁真的恐怖啦，你真的这些野火是不是热到着火啊，真的热到发烧添。咁啊，讲到话啦，有啲嘢咧，大家都跟得好足嘅。之前我哋讲到呢个安倍晋三嘅事件咧，开头就话琴日有人想怼冧蔡英文啊嘛，哇！南韩网民咧有样学样啊，就竟然咧有条友仔啊就话啦，喺呢个叫做凌晨时分咧，突然之间一个40几岁嘅男人喺网上面上传咗3篇文章。就话表示要怼冧佢哋嘅南韩总统、咁文章咧内容啊，仲要包括咧就去总统府，仲话带住6粒子弹添、喂，佢都真系犀利嘅，竟然咁样讲都得，即系话开口牌，我要怼冧佢。呢、這个南韩总统好似啱啱上任冇耐嘅啫，佢应该冇做啲咩得罪你啩？即是那个民望不会急剧下降到话你要谂住怼冧，摆明就系玩嘢噶啦。
咁啊，点不知咧呢条友仔抌咗上网唔够十分钟，即刻删铺。咁但系啦，点解咧？有因为啊呢啲嘢咧，你知啊，一摆咗上网咯，就自然有人帮你留底噶啦嘛，系嘛？跟住又封存噶嘛。佢话佢见到啦，新闻啊，新闻纸就话啦，警方已经留意到佢开铺讲啲乜嘢，并且咧着手调查呢件事。于是咧，佢自己啊怕丑啦，喺琴日咧就走去警察局咧就自行报警嘅自首啦。入边咧讲到啲乜嘢咧？佢话冇噶，我纯粹口痕啊，讲下笑嘅啫。谂住吓，咁啊，南韩警方就话啦，呢条友仔啊，好彩冇枪嘅，如果咪有枪啊，我都觉得佢系啊，吓咁啊，真系依家咧就调查佢，咁啊就用呢个威胁、威逼未遂罪名咧就拉咗佢啦。咁你谂下，系咪真系可以乜都乱讲咧？人命嚟噶嘛，呢啲嘢唔好乱讲啊，知唔知啊？如果唔系咧，真系头都大埋啦。咁啊，斯里兰卡。因为通货膨胀导致到佢哋嘅人民政府破产啦，收咗皮啦，依家咁啊，除咗斯里兰卡之外咧，阿根廷啊都有发生呢个示威冲突、哦，就话啦，因为有通胀问题啊，咁啊有好多市民咧就出嚟啊，面对佢哋嘅政府咧就哇搞唔掂啊，就话啦，你快啲希望我哋政府咧可以啊帮下啲市民咧面对呢个高通胀嘅问题，所以话俾你听，印度神同讲中咗，全球啊都遇到呢个同一嘅问题，咁啊当然啦。这个阿根廷会不会冧档呢？哇，第二个斯里兰卡又阿根廷又冧档啊？会不会这样呢？因为你次次讲真之后就是了，是咯，好担心啊呢啲，因为啦，而家阿根廷啊面临呢个通胀危机啊，国家货币贬值，天然气成本飙升，咁你谂下啦，咁你谂下佢加上讲到话外汇储备又见底咯，咁啊即系斯里兰卡嗰条旧佬。咁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咁啊排队收皮喎，依家全球啊，真系多个国家准备接埋都得啦，咁样。冇错冇错。啊，咁啊，真印度神童同你讲声我呢吉地啦，我呢度。印度神童都冇眼睇啊，讲几多都冇用。佢话：，人类啊，自己都唔搞得好自己啲嘢，系咪？我啊，印度神童救你唔到几多嘅啦，希望咧大家听下佢讲咧，咁咯，系咪？所以话咧。冇噶，人呢个世界一体化嘅，迟早都系，系嘛？因为点啫？咁你啲冧档嗰啲嘢，咁点啊？唔使找数噶咯，系咪咧？斯里兰卡依家讲到话啲人冇啊，无政府状态嘅啲警察，啲人见到嗰啲咁嘅示威者喺个总统府入边喺度玩尖，都冇人理，唔理啊，行个店行店过，所以。唉，真系粒粒乱，粒粒乱吓，都系一个多事的一年啦吓。咁啊，今集系咁先啦，拜拜。Baby.